尿尿，顺便调查一下。等朋友的时候，顺便小调一些，等他来了再走吧。再调，光光调点就是不一样，路都特别明显。重餐。钓这边吧，应该多少都有鱼啊。阿冠在上面，阿去上面，那有鱼梯啊，还是在巡逻哎、欸？哪一个点？我觉得应该走上面那里吧。那是不是那一坛、啊？那里、啊？大石头。
这是什么果啊？木鳖。木鳖果，它是。这样子是。哇，慢慢，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？还是我们台湾的？是台湾本来也有原生种，它后来也有那个引进来。越南品种的就会比较大颗。越南品种的啊，这个是什么品种的？这个有，来，这个就是越南品种。哦，这个比较大颗。可是你们这个、啊、刚刚那颗红的那颗，这个就是台湾哦，你们、这个、就是台湾原生种，但不一样。你们有喷农药吗？没有哈，完全没有。我有鸡啊，你看这种蚂蚁啊。对啊。哎呦，真的长得硬硬的。这个是刺刺的。越南品种，哎、欸，这个我没有看过嘞。台湾品种，这是台东那边原住民开始就很早吗？在台湾市面上很早卖。现在目前会越来越多，因为有人种啊。这是红啊，这是转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？吃起来像煮鸡汤，像人参味啊。啊，可以生吃吗？没有，都要煮过。啊，那个籽不能吃，它的籽要把它。为什么？有毒哦。因为籽有毒。哎呦。啊，主要是吃它里面的那个籽旁边那个叫做嫩啊，红色的东西。它的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。哦。对，是胡萝卜的15倍。啊，维他命 C 是柳橙的30倍哦。哎，对对对啊。这样子很赞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多营养啊。你们现在是有卖卖成品吗？有，我们有卖果汁，有卖现在目前新产品是蛋卷。果汁喝起来。果汁喝起来像那个什么波蜜果奈汁哦，酷哦！对，所以这个快好了就对了。哎，对，而且这个很麻烦了，这有分公花跟母花啊，你全部种到公就不会生。啊，但是也是要种到公花吧？对，要有公花跟母花啊，母花要用人工授粉。来，这个就是公花，所以它是公花以后采起来，我们要去找母花，因为这个都没有农药了，所以它这个不会结果的，对。对。啊，我们要这个东西，我们要这红红的东西，他、去找母花，他、先进去用母花，因为籽太贵。哦，是它底下这个吧？是底下这个红红这个哈、哦？对，然后去授粉它的柱头哦，雌花的柱头。硬加果。这个硬加果。对，这是吃什么？星星果，有人叫它星星果。哎，吃它的油啊 ，Omega 369。哦。木鳖果，准备要打汁，所以煮起来。家的姜黄要去做蛋卷，姜黄是木鳖果，你看木鳖果的果实，哦，看起来对，它一盒里面都有三条，一盒里面有三条 ，OK， 它这是木鳖果汁，很浓的，很好喝的木鳖，500cc 卖50块。